跟你的已经有的衣服是都可以搭配。这一季的系列它还是 focus 在黑 neutral， 当然有些很 strong 比较有力的花纹之外，我还是觉得很多黑色衣服还是最容易穿的。但黑色里面它有很多材质，像可能我身上有点布啦，也有一点仿皮的，所以它会有亮跟雾。但颜色是还是 limited 在一个 palette， 因为我觉得其实亚洲人穿黑色很好看，所以这次当然黑外套少不了，然后也有比较strong 的一些 print， 就是你穿的它会还是很抢眼。就是说它要跟你的已经有的衣服是都可以。